繁星紧急会议，张总，我不太方便参加吧。徐总点名要你去，你一直负责繁星的项目，你就得负责到底。现在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小米，你一块儿去做记录。哎，好。 王峰，你什么意思啊？苏总，我之前就说过，给你们好价钱的时候，你们就不要抗争了。既然你解决不了需要，那就我来解决。如果你站在我这边，推动唯一派收购繁星，未来你依然可以在唯一派担任高管。但是你也太过分了吧？苏总，两家公司打仗，耗时耗力，而且我们占了先机，你们的数据只会越来越不好看。 估值越来越低，拖下去收购价格只会越来越便宜。我觉得你们不妨赶紧召开股东大会，听听投资人的意见。早些达成一致，后面也就别打了吧。冤家便亲家，你怎么都不亏啊？我爸刚砸了2000万，想要把蛋糕做大。你现在要把蛋糕砸烂，还说什么都不亏，你当我傻呀？ 我叫了张总和于佳恩一起上来开会。我觉得有必要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以便我们在舆论的阵地上站住脚。你要不要一起参与？你不生气吗？就在几天之前，郝晨时就站在你现在的位置上，气急败坏地骂我。 你知道我当时怎么想的吗？我也想看到你气急败坏的样子。可是你今天这么冷静地出现在我面前，我有点懵了。我做的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呀？繁星里面有太多的人。 是因为信任我而上了这条船。你，郝晨曦，赵伟，马总，赵总，我现在唯一想到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不要辜负你们对于我最初的这一份信任。虽然不知道繁星的未来将会如何，但是我恳请你，在此刻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战线上，咱们一致对外。直到我觉得可以做到不负所托的时候。 我保证，繁星将会是你的公司。一起去开会吧，再见我一次。 不开了，心烦，我想回家看动画片。动画片？以前我爸妈忙生意，天天不吵架。 我很害怕，也很孤独。那个时候就在家里看动画片，等他们回家。今天我也害怕，也很孤独。需要姐。 开始了，他不会来了。
于总监，繁星的项目您比较了解，你来主持吧。我们这边监测了舆情，关于徐总个人情感八卦的讨论，我认为暂时不用搭理。接下来的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要回应的是什么？繁星是一家绝对忠诚于用户的公司，用户利益至上，押金迟迟没有动过的，以及竞争的正常打法。他们试图用个人情感八卦来抹黑徐总带领的繁星，繁星得找到切入口，把这盆脏水泼回去。编故事，泼脏水吗？不，编故事太容易有漏洞，我们要找的是有事实依据的故事。郝总、徐总，舆论这边的事情先交给我们，你们现在要做的是急需讨论出一个方法来应对他们零押金的营销方式，打价格战。这个我有想过。甚至我们新一批的女装要上市了，我打算在我们的 APP 上面开辟一个竞拍板块，用游戏竞拍的方式把我们的库存一起清仓卖出去。竞拍价格1块钱起拍，价高者得，只有我们繁星的付费会员可以享受竞拍资格，以此留存用户。把钱捐出去怎么样？反正竞争呢是持久战，短期的收益呢不如长久的路人好感。我们把拍卖所得的款项呢，找一家公益项目对接捐赠，这样既做了慈善，又扩大了影响力，在舆论阵地上也可以站得更高。鬼鬼祟祟，你干嘛呢？我问了医生，他建议我买的叶酸。我不吃了，反正也要做手术了。万一要是后悔不做了呢？拿着吧，该补还得补啊。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我都听你的，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我怕，我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不要了。你不是万花丛中过，偏也不沾身吗？什么时候变这么深情了？因为我觉得你的花园比我的更广阔。小米，小米，我发你个链接，我刚逛一个女性论坛找到的，有人说穿了卫衣拍的衣服有过敏的现象，你现在立即以自媒体博主的身份联系一下她，就说你在做共享市场这块的服装测评，想了解一下她过敏这件事。好。还有，从卫衣拍上给我租40件衣服。这么多？对，租了以后呢，送去第三方做一个洗护消毒是否到位的检测。既然有人穿了会过敏，那在洗护消毒上肯定有不到位的地方。高明啊！张青，怀孕了。我们找了第三方检测机构，40来件衣服里，有3件检测出来消毒不达标，这就是抓住他们的把柄了，还得看看怎么把这件事情给他们做大了。我会说服股东他们，
我们公司将会退还所有繁星用户的押金，来应对他们的零押金举措。另外，我还想开发全数字化模拟传达系统，对整个繁星的业务进行升级。股东们会同意吗？在现在这个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继续砸钱？我要召开股东大会。 我应了。愿赌服输。说吧，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在股东大会上，我会向二位苏总宣布，只要我打赢了和唯一派的这场仗，我会立即退出繁星。赵总昨天晚上给我打电话，他说自从给我投资以后，按照我的战略部署，一直在烧钱。 再加上这次跟唯一派打价格战，他很怕，我们耗不过唯一派。那你退出是什么意思？明天股东会你要说服他们拒绝收购又是什么意思？赵总和苏总呢，都是希望通过谈判来提升价格，不想这么无止境的烧钱下去了。但是唯一派给的价格实在是太低了，而且条件也太过于苛刻，所以我不打算跟他们谈了，直接跟他们打。 或者说是一边打一边谈。既然我想要的条件在谈判桌上面要不来，那么我就把他们打出来。所以你要通过退出，来让他们同意和你站在一起，拒绝现在的收购邀约。如果说因为我的退出能最大限度地保住繁星，保住繁星所有人的利益。 那我就退出。你同意吗？心甘情愿吗？你奋斗出来的繁星，你想保住它，那就按你想的去做，和我没什么关系。只是我一旦退出了，那就意味着咱们俩。 又要重新开始了。其实，我有很多次都站在苏总的角度上去思考问题。我觉得，如果你们俩必须退出一个人的话，你退出会更好。反正你又不怕，总学很多奇奇怪怪创业的想法。繁星最后，就变成给一个苏总的礼物吧。毕竟，他是你最艰难的时候出现的温暖。 一开始还以为你会不同意。你呢？为什么这次这么洒脱？我爸火化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双筷子，让我去捡白骨，还给了我一个小袋儿。不一会儿，就把那些骨灰全部装到了袋子里，就这么一小包。 之后我就盯着那个袋子翻，我突然在想，难道这就是我爸的一生吗？我以前总是希望把幸福留到以后，但是我现在想想，真的错过了好多。 最近想他的时候，晚上我经常会拿出他的手机，听听他跟我说的话。他最后跟我说的是：“需要，耀眼的耀。”还有，他让我要睡个好觉。 以前睡不着的时候，总是在想改变世界的理想，证明自己的决心，还有光宗耀祖的心。但是现在不会，现在我好像找到可以能睡个好觉的理由了。现在想什么，能睡得好？
想想在夏天大汗淋漓的时候，你能端出一盘冰镇西瓜，或者是冰天雪地，咱们俩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管他是哈尔滨还是北海道，又或是跟你吵架，惹你生气了，我好不容易哄好你，最后看到你的笑，喝汤啦，副总裁。放着。你能不能不要嘲讽我啊？总是副总裁副总裁的叫。我就是看你太累了，逗你开心呢。我看你白天要处理光谱的事，晚上又要处理副总裁的事，你别太累了。不过你们新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呀？你这么有激情。我们呢，打算签几个短视频领域的红人，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短视频平台，再用这些红人去带新人。简单来说，新公司呢就是一个内容工厂，用自有的流量去带动广告收入呢是一部分的业务。另外，新公司呢也会成为光谱的舆论阵地和未来的公关领域。那我们有了自己的红人库，当然就比别的公司更有优势了。嗯，有远见。那你做得开心吗？当然开心了。重复了那么多年的业务了，哎，好不容易到了40岁这一年，迎来了新的挑战，多好呀！人啊，就是要不断的学习，这样才能进步。哎，对了，那你们那里有适合的红人做明天的直播吗？什么直播？我们找了一个网友，他说他穿了唯一派的衣服过敏了，还去看了医生，他也同意了我们可以通过直播的方式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但是我担心他影响力太小了。要获得大家认同和讨论比较费劲。你觉得阿然怎么样？阿然，刚红那个？对啊，就是他。我这两天呢刚跟他谈完，我想让他跟我们签约。可是现在不知道人家明天愿不愿意来啊。这人啊都是很现实的。刚好呢，这个阿然啊，他就是女性产品类型的主播，用他来打唯一派，刚好能把这个繁星给解释清楚，这样多好，一举两得，就拿这个唯一派来打头枪。何止是副总裁，你值得当总裁啊。我25岁的时候在外企已经做上了总监级别，那时候觉得太容易了，所以就辞职去环游世界。我自己学习摄影，学习剪辑，每到一个地方都把当地的游玩攻略拍成视频发到网上去。嗯，没想到得了一大票的粉丝，本来只是玩玩的，结果成了事业，还挺有意思的。了不起啊，玩都能玩出事业来。这是我布局子公司的战略方案，我建议你看一看，我有什么想法或者意见，及时跟我沟通。你是我最信任的猎头推荐给我的，我看好你。陆总，我听说您之前有一个非常看好的人选，为什么现在找到我？你知道一家新公司如何在最快的速度内先站稳脚跟，然后做到行业的龙头吗？最关键的人物就是领头人，他有足够的拼命。我看中你，就是因为你足够年轻，有闯劲儿，而且相关的经验也很丰富。那个人呢？他被你淘汰的原因是什么？陆总，既然要合作，我要先知道您的禁区在哪里呀？她怀孕了。女人40岁才怀孕，
这就注定了他今后的精力会放在什么地方。说实话，我真心为他可惜，偏偏在这个时候。那我就放心了，怀孕这件事儿还不在我的计划内。你还年轻，要好好珍惜。当年他跟我一起创业的时候，也就没现在这么大。跟你一样，有野心。而且他雄心勃勃地跟我说，他要打破女性职场天花板，要看一看自己的极限在哪里。陆总，您可真够残酷的，他跟了你十年，居然因为怀孕，你就要把他换掉。不是我残酷，是你们这些后浪们太残酷。你把前浪们逼得处处危机四伏，这么年轻你就干出这么好的成绩，是你自己用实力证明了你可以把那些前浪拍死在沙滩上。那我倒要看一看，我的下一个十年会不会成为被拍死在沙滩上的前浪。让我们拭目以待。我这个月接了一个文案的活，他们说给我3000块钱，我的底薪是4500，你的底薪是5500，加起来是13000。交通费我花400块钱，吃饭是1500，一共花了1900。你这月花多少钱？哎，啊，你这月花了多少钱？我不知道，我没算。我不是让你记账吗？3000多吧。3000多啊！你干什么花那么多钱啊？哎，公司的人不是都觉得我是靠关系进去的吗？我想和他们搞好关系，所以就请他们吃了一顿大餐。我都没有大餐可以吃，你下个月不许请了。知道了。我们同事他们今天要聚餐，说一个人要花200块钱 AA 制，那赶上我好几天的生活费呢，我就没去。我现在都要饿死了，你去给我泡碗泡面。饭还是要吃的。咱们月底还要交3个月的房租呢，那就是9000块钱啊！这样花下去，那好事是哥哥的钱，咱们什么时候能还得上啊？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生活其实挺无趣的？不行，我觉得我得去找于佳恩问问看，看他们公司有没有文案的活给我。我的目标呢，就是30岁之前把我们的欠款还上。我们一起为我们这个小家努力，好不好？谁呀？哎，我去，这么大酒味儿啊！啊！你喝多少酒啊？怎么了？心情不好啊？哎，你看，你看我多会抱孩子啊！以前啊，看着孩子就害怕。可自从张青怀孕了以后，我就在想，我将来抱孩子可不能把孩子给摔了。我就每天睡觉之前，我都在那个网上学怎么抱孩子，怎么冲奶粉，怎么换尿布。舍不得，舍不得的话就努力把他留下来。软硬不吃啊，现在是。你说我怎么能爱上一个这么冷漠无情的女人呢？感情牌我也打了，装大度我也装了，我就是打动不了她。你说我该怎么办，徐浩？
明天下午张青他就要去做手术。为什么就不能给我一次机会，看看我能不能做一个好父亲，能不能做一个我孩子爱着的爸爸？我今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路过玩具店我就进去了，一眼就看中你了。直觉告诉我肯定是个女儿，她肯定喜欢你，可是我现在不能把你留下了，可是我也不能怪她，毕竟怀孕的人是她。别看她云淡风轻，其实可能比我还痛。你根本就是反对我做手术的吧？我都听你的，你拿着吧，你拿着我心里还能好过一些。至少为了他，我也算是做了点什么。既然这么不安，为什么不坚定地阻止我？万一我妥协了呢？我怕我坚定地阻止你，最后连我都不要了。你是？你好，我是林文，来找陆总，刚才补了个妆。找陆总，我带你过去吧。你就是他说的怀孕的那个女高管吧？我看你的孕期反应挺大的，得多多休息啊，以后还请前辈多多指教。前辈？你什么意思？陆总没有跟你说吗？我以后会负责光谱视频的工作。哼，你怎么个负责法呀？如果不是副总裁职位，我是肯定不会来的，合作愉快，陆总。啊，看来你们俩已经认识了，不用我介绍了。聊聊呗。不好意思，你稍等。喂，郝总。张青在公司吗？我在车库等他，约好了这个时候陪他去医院，电话也不接，你帮我看看他。行，我知道了。先冷静一下。
陆总，你什么意思？你看啊，一家新公司要成立，那这个领头人必须要100%的全情投入才行。你怀孕生产10个月，再加上头3年的育儿期，没有一个人替代一个新手妈妈去度过这些，而且我不能把公司的命运压在你一个人身上，对吧？所以你连问都不问我一句，你就把替补都给找好了。哎，万一我不想要了呢？万一我为了这个机会，我根本就没打算留住这个孩子呢，对吧？我看见你的职业酸，你会不想要这个孩子吗？再说了，可是新公司等不起了。我本来打算跟他聊完以后再跟你说的。因为我怀孕了，所以我就失去利用价值了，是吗？陆总，我在光谱10年了，我所有的青春都给了这家公司，到头来我现在就是这种待遇啊！你看，做营销你是高手，可是做视频你是新人，你怀着孕带着这家新公司，这样对你的挑战压力都太大。就算我再相信你的能力，可是你的体力根本耐不住啊！我是为你好。你为了我好？我当然是为你好。你这个年纪怀孕，你身体根本扛不住，你知道吗？琳达就是最好的例子。你别跟我提琳达。现世报，这就是我的现世报。谢谢你，陆总。我知道了，这回轮到我成为那个最小的代价了。职场就是这样，就像人的新陈代谢一样，那些衰老的、没用的，就会被不断的淘汰掉。我太天真了，我以为我们是朋友的，我只是没想到，我也不过是那个高速运转下随时可以被代谢掉的细胞。张总，郝总说在车库等你。我知道了，你放心吧，我没事的。手术还做吗？我陪你一起去吧。张总，我觉得陆总做的挺过分的，但是你先别生气，他不让你根本就没打算要这个孩子。于佳恩，你不是说我是你的职场领路人吗？今天我还有一句话要告诉你，你一定要记住。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份工作值得你牺牲掉个人生活、你的健康还有你自己。你好，赵先生的快递。你给我吧，谢谢谢谢。什么呀？这么沉。我知道了，是不是给我买的惊喜？相机。是我
在一个二手网站上买的，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一个性价比特别高的，还便宜，他们有活动，7折，巨划算。哦，多少钱？1万多。你哪来的钱？这个月公司垫付的呀，剩下的分期还款。对了，3期免息，不要利息。我天天吃泡面，你花10000块钱买相机。你生气了？我能不生气吗？我欠的钱吗？你怎么从来不想着去还钱？你还花这么多钱买这个没有用的东西？这怎么就没用了？我好不容易找到新的方向，找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拍拍照片怎么就没用了？怎么就有用了？你能成为摄影师？你能靠着他挣钱养家吗？赵昂，你这样下去，你什么时候才能给我个家呀？你是男人，不是男孩。李念欢，你有完没完啊？你变了，变得我现在都不认识你了。我是变了，因为你一直不变，所以我才不得不变。你考虑过房租吗？你考虑过我们的未来吗？你考虑过还钱吗？你考虑的只有你自己。我没变。你知不知道我根本就不想去什么繁星公司去上班，是因为你我才去的，也是因为你，我连我爸妈都不联系了，你还要怎么样啊？我是喜欢上摄影了，我工作的时候找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有什么不对吗？有错吗？有错。梦想是非常天真的事，但实现梦想却是件残酷的事。你现在只想享受天真，却拒绝接受残酷。你知道什么是残酷吗？是现在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为什么而活，我就像一个被扔掉的机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运转，却不得不运转。我为什么去公司上班？我为什么要开会？我为什么说那些虚无缥缈的话？我都不知道。那些都是为了生活。生活，这根本就不是我要的生活，一切都不一样。这不是你要的生活，跟我在一起就不是你想要的了，是吧？你走啊，你只要出了这个门，咱俩就分手。我受够了，我再也不想给你当妈了。好，分手。如果我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用欣赏的眼光看我，我不会去成都找你。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你不会再支持我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不会选择开始。如果当初知道有一天我们两个的生活会变得斤斤计较，连我请同事吃一顿饭都要经过你的批准，我不觉得这是惊天动地的爱情。在我的眼里。
是你，此刻在回忆的途中，拥抱你，一个眼神给我无与伦比的秘密，青春和梦想都在成长，在延续。长夜漫漫，传来遥远的呼唤，月光渐渐蔓延，起伏的海面，我的心跳被波澜乱成一团，随着你的出现，神色淡淡，天光昏睡了一半，心太懒懒，全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我心已失守。 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拒绝紧随其后。淡淡，天光昏睡了一半，心太懒懒，全世界都在旁观，只有我的脚步在追赶，不知疲倦，我的心心念念。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 thing I know I know, 不敢开口，怕破坏了节奏，我心已失守。I'll say love you, the little words I know I know, 只怕还没开口就被你猜透，拒绝紧随其后。 I'll say hello, the little